刚刚试第一发线就断了，因为是线用旧的啊，所以本来就有瑕疵了，结果火花太大就断了。丢，丢完后，这只也是苦花了。哦，顶顶顶！哇塞，这只可能是勾到的，拢袂叮当。啊，这只勾到的，但是它有来吃啊。哦，根本拉不动。哦，就是这样啊，有冲下去了。勾到的就会乱冲，哇，哇塞，嗷嗷嗷！有没有白白亮亮的高钓了？我的工，现在起来冲法不是这样乱冲，只有勾到才会乱冲。但是他有来吃啊，从这里，从这里，啊，也有二五了，这种时候勾到就容易掉了，打到旗。拉不回来。哦，我我我，哎，哦，回这住了哈、哦，来来来，大概二五。来来来啦，哦，这鱼就是这样啦。不管多长都是细仔，细仔捕鱼。现在差不多了啦，这个水色就是要大咬了。丢，我去看，要咬就这个洞了。丢完啦，我就讲吧。哦，冲冲冲冲冲，大土花。哦，这个是正式哇，土花还在跳。我就讲要加的是这个水啊，这个水色和这个水量，这只正吃的。哇哇哇，逆流，哦，开进去，落下一卡，哎，哦。拉不动，大概2728，这种2728用这种小钓竿来，哇，它还想逆流上去，哦，抽抽抽，来来来，你要在这边的话，我就在这边给你解决起来了，哇。我立嘞，以前我都牵到下面那一尺，但是下面那一尺要钓有的钓，就不能尽量控制住在这一尺啊，不要去打扰别人。我立嘞，哦，抽抽，正吃，哇，哇，比这只。掉！哎呀呀呀！耶耶耶！刚好掉了。我就说这个，哇！因为这个肥厚度哦，硬要甲赶无再起来。27。哦，
27左右，27、28了啊，这么肥。